前卒，这个名字听着就耳熟。鸟所，这是什么呀？和棋谱，我背和棋谱。是啊，我也没明白，让我约战孙根成是几个意思？挑战孙根成吗？操！人家就会问了，原来你没参加团体赛是为了挑战孙根成，那这个就搞得我就比较尴尬了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吃吃吃感觉不太好了呢。说躲子还早点啊，最简单的可以走 G6 平四，我感觉这个棋黑的形势应该还可以，但是也不一定。感谢婆娑啊送出的高能预警有点变化。G1 退二，它有一个马四进三的可能。卒七进一，他走马八进六，还蛮变化还蛮丰富的。马八进六，我就稳妥点就给他打了。应该是黑方不差，念错了。念错就破杀呗，那有啥的？尴尬就没文化就，这不能拱，拱了马四进三。将军，吃，弃子搏杀没有吧？只能吃炮，应该是马吃炮。这棋应该是黑方好点，但是你说赢棋还遥远，这还需要漫长的争斗。是看到你送的预警了，那我怎么跟他下呢？请问，难道因为两个高能预警我就去挑战他吗？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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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吃。你这个问题问的你换个角度想，不是你送我几个我拿下，你去跟他说呀。你看他怎么能下？我怀疑你送几个他都不一定能下。吃吃吃吃！我这边现在就当你已经搞定了啊，你只要把他说动了，我可以下。这些合不了。一个他中兵要丢，这个边兵也有点小问题。好，七平九，魔法书下是下，但是你说这种，因为你让我去找他，一个他也不愿意下，对吧？而且没有我去找他下的道理啊。没事，我不怕输，下不过就下不过。打象，感觉后边走的就不太像样子，白给的样子。象也送了，兵也没了。吃吃。啊，小心点的，待会儿炮七平一，他也没看，没准备炮七平。这不是软件，这是这个水平，你不知道他平时是什么水平，反正这盘棋的水平真的一般，这不用什么残局神功了，就已经没了。你缺杀了吗？吃吃。将军将军。是后边这棋下有点搞笑。象甲第二阶段应该又是清水，象甲第二阶段应该是十几号还是十几号？忘了，17号报道。清水就是经常玩巧妇的那个。哎呀。
他同意了，可以下次。你不想想为什么是下次？那现在干嘛呢？下次一定啊，有机会下。啊，你也是个实在人啊。我记得我去年元彩跟陈富杰还下了呢，黑方开局亏损蛮多的。对面应该不是主播吧？清水。这些弹幕确实挺好玩的，能指出别人不足就是比别人厉害。有句话最简单的不是说叫旁观者清吗？当局者迷。何况现在下棋指点，尤其。事后指点还用动脑子吗？这什么意思？怕我平撕了？这步棋这招位的有点儿。那我怎么知道这些主播是怎么写？是不是软件似的？有些没遇到，咱们就不说了啊。就遇到的这种，这怎么打比方？说直觉有点太抽象啊。我说这个这么多年，这个专业的训练，你可能也理解不了，少一个恰当点的例子啊。这个像什么德字？没看出来德字。打了个炮平六，这个像，我觉得就不动，按兵不动就。可能有点这种感觉啊。你就拿我自比一个，也不用詹姆斯了，就一个 NBA 职业球员嘛，跟一个路人单挑啊，然后交手几回合之后，那个路人跟我说：“老子是打 NBA 的。”那我听了只能呵呵一笑。这个例子你能听明白吗？
打码不着急吧，待会儿可以考虑打，现在时机还不成熟。是让路人王给詹姆斯上上对抗，但詹姆斯能不能打得了路人王？那些怎么走都是占优啊，不知道打了就占优。有点头疼。吃吃吃吃。现在简单点就 G2 进4啊，复杂点就 G4 平6都行。G2进4，他能怎么动？动弹不得呀！G4平6也不错，不知道怎么选。象甲第二阶段应该是十几号，17号报到，18号比赛。G2进4啊，对方送卒，对的，有道理，送卒我就没什么先手。是。我这年入几百，大家就别这个，赶紧援助一下吧。这个都还没达到脱贫线呢，刷刷礼物啊，支持一下。G6平4也行，就我感觉怎么走都占优。这从政，北大毕业为什么不从政？北大毕业没去养猪就不错了，还从政。要说从政，我们棋界有一个人是适合从政，有一个一流的棋手，名字起得好。你得问问他为什么没去从政。他的名字，你自己去捋去，跟我们现在某国家领导人名字吃吃。那个重合率100%，我的，所以他名字一般都不好在直播间里直接提，万一被人误会就不好。
对吧？你吃，万一我讽刺他一下，人家非说我在讽刺某领，讽刺某领某领导，所以我们避讳点。现在基本上丢子了，下一步炮三平二，但是对方眼看着那啥，前面送的太厉害了，现在补不了了。是啊，炮三平二一步就丢子。还有棒吗？好像没什么棒。为什么说？胃疼适合做医生。吃吃。我想听听你这个根据是什么，我也帮你想想。我的理解是他这个观察力比较强啊，360度无死角。转着圈的给你看一遍，你这病基本上就药到病除啊。上下左右前后啊。随身自带一个拍片的东西，孟凡瑞输棋了，不知道没有吧？吃北京第一场好像是对上那个河北，对不对？同是操戈，输给王宇博了。吃吃吃吃。不，王宇博棋也是不错的。那团体怎么样？这两个队实力还是蛮接近的。我好像没看着，我看一眼那个完整的成绩表。盛维彤胜申嘉伟。北京力克强敌，吃吃。上海对黑龙江，赵伟胜刘俊达，我们几个小孩把宁夏干的，不过宁夏确实整体实力差呀。这什么情况？
广东，耶，可以啊，我们这个几个小女孩把广东打平了。吃。朱文静逼平唐丹，北京啊，北京输了，北京输给湖北了。看来女子的话，北京优势在两个人，三个人就差点。这棋怎么走？哦，如意纯把刘明赢了，下的不错啊。这场还行，我确实也在意料之内。吃。马五退四，他马三进二，换了，挺平稳的这个棋，红旗稍好点，吃。是吧？感谢婆娑送出个怎么一。又送我一个高能预警，又要我去挑战孙文成了吗？发生了什么？先感谢啊，就不知道会不会给我这个布置艰巨的任务。打掉，吃。还是红旗稳好一点啊！但是也不能说这棋能赢。他打我就平炮震一惊，这样的话呢，位置好一些，但是离赢棋还是比较遥远。我什么时候输给孙文成？将军，将军。没什么招，你抓炮的，人家炮七平五，再车一平三也没什么用。好一点可能不好赢，看看他怎么送吧。感觉他这个棋差不多该发挥了。退一抓他不就回去连住了吗？也没什么用。对，今天直播完我们12号再直播啊，顺便跟大家说一下。他这个棋再不演就赢不了了。
是不好演，这不意思，是我知道了，感谢你的提醒，没什么事多播一播。我这个月前8天播了7天，再多播一播，你就是想让我总共是这个月8天播9天呗。他们这团体赛还是进行的挺热闹的啊，尤其这才第一轮，进行到后边，中后边还是争夺应该挺激烈。803打了个台车，没什么棋。哎，去西京抓五炮，基本和西京带走了。今天是准备稍微早点下，头疼。是，杭州人特别富。我知道你说的是马云，我觉得他还是不想好好防守，还是有希望赢的。不知道，退役了，还没想过这事儿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退役。曲俊海这个名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谁是曲俊海？好像是一个业余的吧？不是山东的还是哪儿？哦，我上次想跟他下过一个，是不是？就开始走废棋了。这对手平均每晚碰上一次，今天碰上2次，蝉联山东省冠，这么厉害吗？这可以考虑，没事先扔个底炮。啊，现在50岁肯定状态也不算巅峰了，一般巅峰期都在40岁以前，一般来说。炮平7，反正慢慢游斗吧，这棋。
点睛。枪其实也没什么用，炮七平时有枪，看能不能再转一步棋。将军，孟凡瑞其实对他跟王宇博应该各有千秋啊。今天王一博发挥更好一点。年纪应该是王一博大一些啊。王一博应该许文章啊年龄相仿。看不出这些怎么样，没招啊。打象不行。哎，炮九平三打象。对，吃吃什么呢？我也感觉有棋，炮九平三白打。我就刚才退车，我就感觉应该这么走，将一军退车抓兵啊，可以直接打下来。我就说嘛，对方肯定是待会儿要露出破绽。吃吃，这什么玩意儿？真的是给我随便揉。将军，将军。小腹，前面先顶住，后边开始这个整幺蛾子。炮三平六，来个巧胜。他象掉，我车一将一炮一打象就没了。王明华，这什么怪招？这是。这个炮平的就感觉像瞎走，吃吃吃吃，这步棋效率很低啊。平这个炮还不如将来跳，刚才跳马出横车，马七进八封锁，甚至可以考虑马七进六，封锁也不错。红方肯定是阵型比较开扬一些啊，飞象和跳马，马七进八准备，胡司令很厉害的，尤其在其实我跟他下次已经是他已经基本不参赛了啊，
那会儿你也不敢说就一定能赢他。真的是，弹幕里边人都是人才啊！也问你，问自己厉害吗？你厉害，冲你能问出这问题，你这个脸皮够厚的，厉害。马三进四，炮八平七，感觉可以走马三进四。吃，打双我就马四进六了。他不打马吗？这样我这个形状还是好一点啊，红方阵型工整一些。茅山碑司令应该是参加过。吃，他也不能吃中兵啊，吃中兵我车三平，我抓司马。所以他这个马将来肯定是势必要被我车三平四顶住，那就先给他顶住。黑的阵型松散一些，也可以考虑马八退七。顶住他巡河，我刚才想的是走啥？巡河我踩兵兵，他车四平一，反正就追着我对。顶住或者先马八退七，他马六退八，那不行。马八退七，他不马六退八吗？在车三平六，不太愿意，先顶住啊。好肯定是红的好，就是怎么好的问题，好多少的问题。花花平九的拱边卒，嗯，马八退七，因为这个外马现在力量有限啊。回马，待会儿伺机炮八进四啊。车四平二拦我，炮八平九的卒一进一。哎，人刚进来直播吗？因七进一这个兵送的有点大啊，因七进一的炮八进四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，把他给我吃炮，这样送一个卒蛮大，还是炮八平九换马肯定不行，他这个马现在是弱点，就我哪怕顶着不动，对吧？他这个马也是一个弱点，因为他也不能平炮打车，打车底线漏风。
哦，那人刚等于，哎，不对，我记得人刚才有合约跟那个企鹅，8901。为什么我是老于费事儿？你是以为我不知道谁是老于费事儿？吃。这没用啊！这是又一个想不太想赢的人，这几步棋等于没走，吃。下个底炮。我下底炮虽然说也吃。吃。不致命吧。就拱边兵就行了，也不知道黑的有啥棋可走。对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我跟人刚还下过2盘街棋，当时说要教教我。其实他街棋是下的不错。但确实可能下完之后也发现也不那么好教。他一退四，他不就退马吗？也没用。嗯，可以跑一退四，也是。这车四平三，好像比这样更好一些。累了。勇士格林，为啥呢？撩阴手吗？还是飞踹？不是，随时可以补，看他有什么好棋走。待会儿也可以兵一进一啊。哟，阿苗，感觉应该是北京的啊，这些名字说明对这个很熟悉啊。跳下来也没什么用，兵五进一给他挤住，马七进八，现在能不能跳死？暂时跳不死。嘿嘿，这问题好，秦川书法写的不错，我打篮球不错，张宇背诗不错。请问郑惟桐，填空题啊。大家都知道，
那我就不说了。看来郑文彤这个歌唱的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。这个网络社会真的是可怕呀！好一退四，好八频率，感觉可以好一退四了。居四平三，感觉这棋他要出问题，我只能马六退八。三号也是，三号与背诗是有一手啊。将军。那天背了半天，我愣是没听明白。最后原来是小母牛啊、嗯！小母啥意思？你得问他呀！你这么问，说明你是真没看过他的直播啊，你看几次你就知道了。那嘴皮子溜的，小母牛跑这儿跑那儿，我操，干这干那个，我都记不住。炮二进六，他只能炮六平九。是看到婆娑刷了礼物啊，感谢婆娑。我回阳县啊，阿苗看来是知道很多。只要别再给我布置什么特别艰巨的活儿就行。居三推二抓的就往那儿跑。我不怕婆娑要下棋。我就怕婆娑让我去跟别人下棋。吃吃吃吃！你在孙坤城那边刷了多少礼物？我问。嗯。嗯，我主要是问问看你被骗了多少，没我多，嗯，还好吧。没别的意思啊，只是帮你算算有多少损失。给你来个有生之年系列啊！有生之年这盘棋一定能下。居一退几？退二。
刷一下，还有第六天。多少步赢棋多少步，这个不是本事啊，这个有时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我跟汪洋下过一盘最短的十步棋，嗯，他走漏了就认输了。这个不能说明我们俩的这个水平差距就这么大，对吧？这个说明不了什么。一对一。这其实它在我的这个缠绕攻击之下啊，比较难办。下一步他要车六平七啊。炮三平七它下降啊，暂时你还没有说能够速胜的办法。现在呢炮三平六倒是一个选择，除此以外呢车一平二把它粘住也不错，他也没什么办法让他难受。但是下步棋有一个炮三退四打马，他受不了。车六平七呢，我们可以不动，甚至说这个时候可以走一步炮二平一，他炮八平九，我再炮三平六，我感觉也是一个不错的手段。把他这个子力，或者说直接炮三平六，平一进一呢也行。兵一进一，他就士四退五，我感觉这炮路有点窄。先让他炮八平九，这样离我兵一进一呢距离再近一点，感觉好像更细致一些。那只能炮八平九，再兵一进一。这个就比较这个细腻，他还是不敢吃炮。将军，下士。那要么炮九平六，要不车七退七。炮九平六，我们这里是不是可以走炮三平六？炮三平六，它只能十四退五。十四退五之后，炮六退三，也不一定好啊。炮六，好像黑棋也没什么可走的。现在过个兵，下个兵，下一步随时准备炮一退一啊，炮六退三是我的权利啊，他也守不住。下士准备干什么？准备退车，准备下将，进车拉住他退车抓炮，
炮一对一吃了，再打掉，好像还不能得子啊，嗯。不行，那炮六平二就过来，炮六退三一直可以走啊。那炮六退三优势不够明显。飞象抓一下，他退车抓炮，我再退一将，也不错。先抓一下，看看他去哪。这样永远不给他车七退四的位置。不给我退炮，车二进一拉住，软一般，炮六平二。炮再回来，抓哪个炮？下一步就准备车二进一，再炮一退一，帮我准备炮六平五，走得好啊，车二退三。他留个拱卒，退一将，他下将，车二平四抓，反正就一直缠着他。退一下将，将军，将军。车二平四，炮六平五吗？啊，优势没刚才大，也是挺大。反正他没有任何骚扰我的机会。这中兵肯定是不会给他打的，先去将一局，让他垫将军。炮。不能补士，补士抽车了啊！哎，出车了吗？哦，能垫，感觉他要丢子啊。将军，将军。车四平六将，将军，炮五平四，这我在退炮的咋办？马丢了吗？车没打死，马丢了。进一炮也行，退炮他不马不丢吗？车六平二，诶，好棋呀，有水平。我走的这个就比较简单啊，把马抓死。车六平二确实是不好棋。
我们这个就走得稳一点。什么答应下棋，怎么又不下？说啥呢？自说自话呢？感谢，啊，吃象就吃呗，吃了他也输了。下完这盘下接起了，进车搭炮没有用，这是什么苦肉计吗？吃吃吃吃吃吃。那你现在主要是没有什么追求，去干什么呢？争取进前六。将军。这个车出问题是早晚的事情。一点点的收紧，收紧包围圈，吃吃。也不用用走象，拱兵就拱死了。准备上将，也别打死车了吧？打死车是不是太残忍？就拱兵吧。将军，有没有少平六啊？吃炮吃了兵一平二，好像有六七，是随便走。他只能补士现在。迎兵，刚才我已经说过了，为什么不吃炮？吃士兵一平二，不已经解释过了吗？象五进三，军六退一。象五进三的炮九退一打哦，差不多进三退三都差不多。吃炮，我刚才吃士之后兵一平二抓死车了。解释了第三遍，
吃吃。真的是中国好脾气哟、哦。吃相。吃吃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快绝杀了，还没绝杀，走不了几步了。下步冲，哦，冲底兵，他能下士，还没绝杀，嗯，兵还得再往里排，平炮。点二路炮吧，将军，将军。兵二兵三，我想说知道他为什么还不认识，可能死之前还想再将我几句，现在就举棋推一的冲兵就死了。下底兵将差一点，没有这样准确。刚才冲兵他是五推六，嗯，暂时没有连杀。顺便说一下直播时间啊、嗯，是今天播完之后，我们中间暂停两天。等到12号的晚上啊，继续直播。12、13、14、15。将军，将军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还是长江不死赖何起的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将军。是，就不用研究我手表，就不是什么太稀奇的东西啊、嗯。这什么意思？来将吃个炮，吃个炮还要下，也没有连杀的游戏。哎呦，弹幕知道的东西还不少啊！我这个不是朗格啊，没想到还有人知道朗格。把炮吃了算了。将军，没看出怎么连杀。将军，将军。
将军。将军。吃吃。哦，这都知道，观察挺仔细啊。吃吃，坐进来就绝杀。吃吃，狙也不吃了，都死。接两盘歇。